通往众神国度的门，徐徐关上。我们已经开启一个没有神话的时代。都是抱着乐器，比如说最起码抱着那个琵琶或其他的乐器在演奏，这一次完全丢开了乐器，就是给我很大的一种不安全感。手上没有乐器是我最没有把握的一件事情。完全以前完全没有做过的那样的一个身体。